第六题问说，以甲乙丙方式施力所做的功大小相等，我们知道做功的结果是能量改变，这一题呢把东西抬高增加位能，把相同的东西用相同的速度等速抬高到相同的高度，它所增加的位能相同，也就是它的 做功是相同的，所以题目说以甲乙丙方式施力所做功大小相等，这个叙述是正确的。